我们最后来谈一谈吃什么可以补血。其实呢，只要是 XX 的食物基本上都可以补血，比如说苹果、牛肉等，这些对我们的补血都有直接的帮助。在所有的补血的食物里面，我们认为其实补血最好的就是，那里面最好是哪个部位呢？就是尾巴。欸，大家会觉得为什么尾巴的补血效果最好？它那尾巴像，所以它尾巴的补血的动力就特别特别的强。好，这个真的是这样子哦。所以呢，我们怎么样去快速的补血？可以用一个方式，就是说